这么跑啊，龙跑，它下面都有一种特殊的这个纹路，包括门神，你都会看到它的裙摆有一个纹路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这个叫做江山永固啊，这个海浪，因为海浪哦，这个像江，江你知道吗？嗯，啊，像江做的山，啊，叫做江山，啊，这海浪台语叫啥？海浪，所以哦。海燕把这个江山哦包围起来，叫做江山永固。那听好哦，你到书上去讲，不知道叫什么叫海水江溢啊。其实这个是没有文化内涵的，因为他只看到海水啊，看到这个，其实它的本意叫做江山永固。我要保他大清的江山永远，可以一代万年，就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你们在讲门神的时候，如果看到那个裙摆，就可以跟着讲，这个叫做江山永固。它这个江哦，就是指这个，那你跟我们丢啊，我看那个江哦，看起来连起来就像那个江叠成山，江山。